欢迎收看107年4月17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长陈菊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市政会议时，细数竞选高雄市长的艰辛之处，感谢市府团队和他一起同甘共苦，如今不忍向大家告别，感动的流下泪来。高雄市立大同医院率先开办新手爸妈学院，透过医疗专业整合及卫教师、心理师的一对一实际教学，让新手爸妈面对新生儿问题时不再手忙脚乱，能够安心育儿。诚品书店高雄只剩下5间分店，现在又传出高雄第一间开张的诚品也将吹熄灯号，为了跟书迷道别，最后一天将举办黑胶唱片及民谣音乐会，礼情依依。首先带您看到高雄市长陈菊即将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周二他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市政会议时留下感动和不舍的眼泪，他细数三次竞选高雄市长的艰辛之处以及抗拒万难推动市政建设，他特别感谢市政团队和他一起同甘共苦，如今不忍向大家告别，感动地流下泪来。在政坛打滚将近50年，陈菊在市长任内最后一次的市政会议上流下泪来。陈菊细数三次竞选高雄市长都是有惊无险，第一任险胜却被官司缠身，第二任县市合并碰到党内对手挑战，第三任竞选前发生石化气爆，考验市府团队的应变能力，但都惊险过关。我非常感谢高雄市民，谢谢市府的团队，大家非常的努力，没有因为这个公安事件被打败，市政府相关的局处承担最大的责任。12年任期接近尾声，陈菊还是勤跑行程，也在盘点对市民承诺的各项建设，其中石泉路打通和果菜市场住户拆迁等，让他备受责难。但他强调，市府不会欺负弱势，对16位地主给予20年店面承租经营权，而火车站特区的规划将带给高雄蜕变的愿景。我相信，我为了高雄市民，高雄市政府的团队绝对不会欺负弱势。绝对不会欺负弱势，高雄市政府的团队是作为我要实际去解决我市政的城科困难。这几天陈菊利用空闲时间打包北上的行李，让他感受到即将离开的情绪，虽然不忍说出离开，也强调离开只是暂时，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强忍离别情绪中，陈菊还是掉下泪来。永远不会忘记大家跟我同甘共苦。12年的任期有实现承诺的压力，陈菊做了许多历任市长没有做的事。12年不是12天，也没有100%的市长。虽然提早离开，难免带点愧疚，也让这股不舍的情绪更加浓厚。港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市长陈菊即将北上，民进党高雄市党团周二为他举办欢送会。陈菊表示，他很珍惜民进党2次执政，因此愿意继续为台湾打拼。议长康裕成则感谢陈菊这12年来奠定百年高雄的基础，民进党市议会也将会拼过半，继续做陈菊的后盾。民进党市议员和参选人列队欢迎市长陈菊进入参会。由于陈菊即将入府担任秘书长，大家都给予高度祝福。议长康裕成表示，他有幸和党内11位议员一起完整见证高雄这12年来的蜕变。由于有市长陈菊和市府团队的努力，奠定高雄百年发展的基础。陈市长不但是台湾首位直辖市的民选市长女市长，也创下连任最久。连续12年任期最久的记录，影响高雄未来百年的发展最关键的一位市长。
陈菊表示，原本卸下市长一职后，政治生涯就此停住，没有想到还有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等着他。他说他很珍惜民进党二次执政，因此也同意蔡总统的邀请，继续为民进党和台湾打拼。我不忍心，我也不愿意看到当民进党当新的政府有困难的时候，我袖手旁观。如果我还有功能，如果我还有价值，希望我这个剩余价值能够让我们执政符合人民的期待，希望台湾更美好。而市长任内最让他不解的是，为何会发生石化气爆？陈菊表示，当时自己的弟弟也面临生死关头，他还是得强忍悲伤北上，为受难者和灾区争取重建经费。陈菊说到伤心处，再次落下泪来。他也感谢议会的支持，订定管线自治条例，让高雄朝向宜居城市的目标迈进。不过，这就是人生。我的弟弟过世，我在议会。谢谢党团所有的人为我辩护，祝福陈市长如鹰展翅，也跟陈市长报告，今天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以及未来新提名的党团同志，我们一定会继续拼过半，请你放心。在陈菊第三任市长时，高雄市议会民进党议员过半，呈现完全执政的局面，也让陈菊大刀阔斧、没有顾虑地建设高雄。但进入后陈菊时代，国民两党都拼议会过半，府会能否同心和谐，将是高雄能否真正起飞的关键之一。港东新闻林庭阳、雷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1999市民专线17号欢庆10周年，市长陈菊感谢1999花雾同仁10年来坚守岗位，与市府各机关团队通力合作，获得市民信赖，维持相当高的市政满意度。他也在会中宣布，高雄1999的重要推手许立明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准接任代理市长，并将在周五举行交接典礼。高雄市1999市民专线欢庆10周年，高雄市长陈菊亲自出席。他表示，市府开办之初就是基于弱势优先的市政价值，大量禁用身心障碍者担任客服专员，以提供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后来也成为高雄1999市民服务中心的一大特色。199990%的工作伙伴都是中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是视障。可能是颜面伤残，可能是坐轮椅等等，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敬业精神、服务市民的专业毫不逊色。陈菊表示，1999开办初期只有15名同仁，成长到目前已经有49人，平均每年接听90万通的电话，代表1999发挥高度功能，让市民有信任感，同仁也有成就感。其中，高雄1999重要推手副市长许立明17号也获得行政院核准，将接任代理市长，并且在20号举行交接。所有的公安事件，大大小小，他都参与。都是跟我们一样站在第一线，所以他对高雄市政非常熟悉。我希望大家听我，并不是听我的个人荣辱，而是听陈菊市长以及他的团队，以及我们希望在经过12年的努力之后，能够为所有的高雄市民画下一个最完美的句点。陈菊强调，1999代表市府团队第一线优先倾听人民的声音，表达对于市政推动的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人民的意见。陈菊也代表市府向辛苦的化物同仁献花致谢，祝贺199910周年生日快乐。港都新闻林庭阳、雷昌邦采访报道。受到大陆旅客锐减的影响，在高雄传出有不少饭店业者吹熄灯号，就算政府提出的奖励旅游措施，也无法弥补业者苦撑的损失。市议员李梅珍在部门质询中批评，这根本是凯子观光，更忧心未来的竞争力不知道在哪里。
推广高雄市观光旅游目标课程，锁定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旅客，是否给予一个晚上200元的住宿补助，希望帮助旅行社吸引更多观光客前来高雄旅游。不过市议员李梅珍更忧心的是，目前有补助的情况下就有业者宣布歇业了，如果补助停止，不知道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去年还有立山林会馆、月世界商务会馆、青青旅社，然后富雅宾馆也是，这四家也歇业了。那预计高雄市还有22家业者在上网哦抛售的这个讯息。如果没有补助的话，我们高雄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当然，陆客减少，我们不敢说没有影响，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在想办法，在增加它的这个营业的这个项目或者生路哈。所以，包括像金源饭店，它的这个改变为多角化经营，其实我们是乐观其成。那刚刚议员提到说，到底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整个把高雄的观光，包括我们的品牌的旅游的友善的环境，去把它做一个建立。李梅珍指出，包括老字号的饭店和旅行社纷纷吹熄灯号，凸显目前高雄的旅游观光面临极大的挑战和难关。如何协助地方提振观光士气，光靠奖励是不够的，也流于数字的表面化批评根本是凯子观光。用这种凯子观光的方式，就是我跟一些业者来讨论，那些业者是说，那些东南亚的、东北亚的来旅游是拿我们交通部的补助啊，结果来高雄又有补助，然后他们的消费力呢是完全几乎零消费力。那以前可能一个陆客平均大概一个人平均来这边可能会消费大概20000块台币，可是现在他们业者自己做一个数据说，东南亚、东北亚的人来这边消费力可能真的不到500块，那这样子的落差真的太大了。观光局表示，虽然大陆旅客锐减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也看到业者转型需求多角化经营的努力，市府除了乐观其成之外，也持续加强各项观光建设，并且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以更友善的旅游环境吸引国内外观光客回流。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石泉至洪公园工程及宝珠沟排水整治工程是市长陈菊任内最想完成的建设之一。从搬迁果菜市场打通石泉路到新建石泉至洪公园，他指出市府投入排水改善工程，目前石泉至洪公园正加速赶工，完工后可提供至洪量60000吨，有效改善宝珠沟周边地区淹水的问题。打通石泉路是高雄市长陈菊任内的重要政绩之一。石泉路打通后，市府将新建至洪池公园，预计今年9月完工。为了关心施工制度，市长陈菊率领市府团队视察整治工程。我感觉这对咱三民东区久长以来淹水啦，啊，足济迄个污水下水道嘛无接好，等等，安尼做一遍来解决。石泉至洪池可提供至洪量约60000吨，减少汛期宝珠沟排入下游的洪峰流量，以降低爱河的负荷，避免水患。陈菊表示，市府不畏艰辛，勇于承担。同时，为了安置原本高雄市果菜市场北侧拆迁户，在至洪池旁新建了16户的店铺。啊，这这么长啊，特别你看，咱经过咱的宝珠沟，就是足垃圾，吼、哦、啊，规个乌乌臭臭，啊，我是感觉讲，阮市政府。认为讲今仔日咱甲果菜市场处理，咱同款爱来解决咱宝珠沟的问题、排水的问题，两边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宝珠沟排水整治范围横跨3名区，总改善长度约1450公尺，总经费6.47亿元，打造清水环境，成为一处良好的休憩空间。市长陈菊希望市府团队加速赶工，并且整合相关施工界面，将工程如期如止完工。港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市长陈菊紧锣密鼓视察重大建设，16号率领市府团队巡看铁路地下化及位在附近的第71期重划区，耗费近10年，斥资千亿的高雄铁路地下化将在今年8月通车。周遭旧火车站的旧都市景观将产生巨大变化，他也叮咛团队要如期如职完成所有的既定计划。高雄铁路地下化从2009年动工，耗费将近10年，终于预计在今年的8月通车。火车站的旧都市景观将产生巨大变化，新营设计的高雄车站也公开亮相。地下化、公办土地重划，
所以讲，这整个区拢总改变拢无同款。啊，对高雄三民区，咱以前发展上早，啊，已经慢慢较没落，啊，即摆差不多是一个关键。所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占地25公顷的71期重划区，铁路地下化后将会有15.37公里的生态绿廊道，将会是高雄之肺。陈局表示，高雄火车站的改造虽然等很久，但这么重要的建物是千载难逢，让高雄的美梦成真。这个铁路地下化了，啊，有15.37公里的沿道，哦，这个沿道，哦，这是高雄的肺，是。啊，迄、那个所在就是一个后摆，大家会当骑脚踏车休闲，足安全、足好的所在。第71期重划工程将提供新高雄车站、淡黄精华区的车站专用区，成为高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车站周边的蛋白区，则是提供未来商业发展的腹地及公共设施。市长陈菊最后也叮咛团队，工程一定要在市长任期内如期如职完成。港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新手爸妈遇到婴儿哭闹、发烧、急症，通常会不知所措。为了提供新手爸妈正确的医疗观念，高雄市立大同医院率先开办新手爸妈学院，透过医疗专业整合及位教师、心理师的一对一实际教学，让新手爸妈面对新生儿问题时不再手忙脚乱，能够安心育儿。新手妈妈在卫教师的指导下，拿着小汽车跟摇铃，试图安抚手中才4个月大的 baby。果然，小 baby 在这样的刺激之下，躺在母亲怀中不再哭闹。像这样一对一的实作教学，就是大同医院刚推出的新手爸妈学院的课程之一。我们提供有实证的一些具体的技巧教给爸妈，那就是包括发烧、包括哭闹怎么处理，这些是很常在急诊或门诊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教给爸妈，他不会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好焦虑，然后到处求助无门。哭闹、发烧、急症都是婴幼儿常见的问题，但往往让家长感到焦虑及压力。为了解决新手爸妈的困扰，大同医院率先开办新手爸妈学院，透过医疗专业整合，让他们面对新生儿各项疑难杂症的时候，不再手忙脚乱。其实也是全国领先的哦。他透过医院的力量，先来主动来开办这样子的学院，他希望透过一对一的方式，直接把这样咨询跟卫教技巧带给所有的家长，希望家长尤其是新手爸妈不要恐慌。这安抚的技巧其实很重要的，那安抚技巧其实我们把它弄得很标准化，就是每一个个案来被教的、被指导的都一样，而且我们会现场，我们说做拟真的教学，就是做确定他的技巧成熟，才把他的技巧带回家，这样子才可以真正解决他的问题。只要到门诊挂号，新手爸妈就能直接跟卫教师或是心理师等专业团队一对一实作教学，无形中让新手爸妈多了医疗后盾，让妈妈比较安心啊，就是有一个窗口可以随时询问，又是专业的人员这样子，对，尤其是因为其实他最近要长牙齿嘛，也会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因为长牙齿然后发烧这样子。大同医院新手爸妈学院标榜5星级一对一教学，提供新手爸妈正确观念及技巧训练，让他们照顾 baby 时可以更加安心。新手爸妈开学了，赞！港都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道。高雄又要少一家书店了。诚品书店继去年8月收了梦时代店与大力店之后，高雄只剩下5家分店。但是呢，现在又传出高雄最老的诚品店也将吹起熄灯号。这家店经营19年了，过去是爱书人最爱逛的分店之一。为了跟书迷道别，最后一天将举办黑胶唱片及民谣音乐会，留给书迷无限遗憾。19岁，意义非凡。多数人服从高中毕业，转往下一站大学，是青春领域悄悄转变成熟的魔幻时刻。这是诚品南台湾在粉丝页写下的告别文。因为营业19年的大同和平诚品书店，即将在5月13号结束营业。南台湾诚品书店继去年收掉梦时代与大力店之后，目前又传出位于大同和平店营业19年的诚品书店即将吹起熄灯号。不论是不敌时代潮流电子媒体的兴起，或者是租约即将到期，都令老书迷留下无限的遗憾。
熄灯告示牌就摆在店门口，向书迷告别。从百货公司营业至今，也是高雄第一间诚品书店，更是陪伴许多高雄人走过青春岁月的书香之地。粉丝页上满是不舍留言，有人说书店过去的音乐馆可是我对音乐的摇篮，每每空堂总是泡在里头很久很久。也有人说爱看书的人太少了，有点舍不得，嘿，因为有时候这边有小朋友适合的东西的书本，对，我常来这边逛。五月底前，500平书店空间将会全部清空。外传百货业者已经和一家健身房接洽，在最后一天营业日，正好是母亲节，当晚将安排黑胶唱片及民谣音乐会，跟爱书人道别。书迷除了表示不舍，也关心是否还会开拓新据点。对此，业者回应，一切还在规划中。尽管目前还有博二店、高一店等四间店持续营运，但短短一年，诚品在高雄结束三间分店，让人忧虑，港都书香气氛是否也会受到影响？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到高雄市民监督联盟每年针对市议员问政表现做评鉴，相关的结果在今天出炉了。共选出10位问政优质议员以及8位待观察的名单之外，也针对攸关市民权益重大的议案遭到强行过关的结果表达不满和批评。高都盟公布的问政优质议员共有10位，获选原因除了认真问政之外，质询内容也言之有物，所以获得评鉴的肯定。其中还有3位议员因为对重大市政议题问政有成效而获得加分。至于待观察名单，则有8人被具体分类成严重疏于问政和言行违背议员职权角色。此外，高都盟也针对庆父案和标售旧总图书馆土地案等重大案件遭到护航和强行过关的结果表达强烈不满和批评，希望公布相关评鉴结果，让市民做检视。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开办新住民返乡拍摄培力计划，受到热烈回响，第一梯次已经全部额满。为了回应支持民众的需求，新闻局将在5月份加开第二梯次课程，除了教导剪辑拍摄技巧外，更加强基础新闻采访，希望为 Channel 3公用频道培育更多公民记者人才。即日起报名，额满为止，详情可到市府新闻局官网查询。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看到明天全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多云时晴，气温18到30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7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5到27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个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阿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立礼仪，立廉耻。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袂歹。一步一趋，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四，营养九点，请准时收看上水的你。